Baller 其实来自于是运动球员，可能都赚了一些有薪水很高，所以 Baller 的意思从球员就演变成有钱人。比如说你今天出去夜店，然后有个人点了30瓶香槟，哦、he's a baller。讽刺、批判、针对性就叫 diss， 看你不爽我就弄你一下。所以它最常发生是在嘻哈的歌词里面，就是比如说谁会呛谁，谁会呛谁。A.K.A 的是简写，它叫 Also Known As， 所以就是比如说我是潘玮柏 ，A.K.A 我自己讲不出口。讲。哎、hey, ，What's up？ 大家好，我是潘玮柏 ，A.K.A。潘帅。Yeah， 就是 Yo Yo 的意思就是往右边。7-Eleven 在哪 ？Yo Yo。